还有现在大家都在支持我，我觉得也有点激动，情绪有点激动。做个广告吧，如果我走了，大家就去关注我的新浪微博，上面会有我的最新动态，我出去就可以用手机可以上网了，期待各种物资。好啦，谢谢我不想在直播的最后让你们看到我哭，真的。啊！别让我哭，不会哭，忍住。没有，就是，谢谢，就是真的。不想让最后一次直播然后还让大家看到我哭。好了，大家说点别的吧，就是我可能是最后一次直播了，你们想看我干什么就快说吧。没关系啦，最近也没关系啦。说不出话了有点。我是不想哭的，就是天天有人骂我的时候都不会哭，但是你们都在给我加油，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受不了了。谢谢，我真的不想哭，真的不哭啊！就是，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直播了。你们想看我干什么？快说吧。哎呀，你们别说了，没有什么别的。不哭了，不想让我妈看到我哭。真的不是怕走，但是我看到你们这样支持我，太难过了，就是太感动了，真的。不哭。啊！谢谢所有给我投票的人，真的。谢谢所有给我投票和没有票了还给我加油的人。你们太烦人了，你怎么支持我，怎么给我加油，太感动了，挡住脸吧，你们加我微博吧，不想让你们最后看到我的还是一个哭了的直播。谢谢所有给我加油的人，谢谢。卖萌我都这样了，让我怎么卖萌啊？我哭真的不是因为我怕走啊，或者是觉得委屈啊，没有，我就是真的觉得太感动了，看到这么多人给我加油，就觉得很感动。这么久都没见过这么多人给我加油。谢谢所有说给我投票或者没票，说没有票了还在给我加油的人，谢谢你们。就算我走了，我出去也会很坚强，然后也会想念大家的，想念现在的直播的。啊，不哭了，我哭就是觉得太感动了，真的。啊，有没有票都没关系了，最后也许是最后一次的直播了，然后这么多人
陪着我看着我觉得很开心了，真的，这是开心的眼泪，感动的眼泪，真的。